稍等看看。Hold me close till I get up. Time is barely on our side.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The storms we chase are leading us, and love is all we'll ever trust. Yeah, no, I don't wanna waste what's left. And I特带的是电影情景，这山上你刚刚看了没？疯女人腿都给你打折了，我喜欢游走是吧？风台怎么又嘎了？打着了，这个龙团打不了。
出两路了，出两路节奏了，兄弟们。小鱼人，谁让你抢我鱼人的，兄台？抢我鱼人没什么好下场。我领先他一倍经济，弄他，哎呀，好会闪现他这。闪过去接 Q 拉双环加速直接走，注意我的操作，动中捉鳖怎么说，哎呀好简单啊，这游戏玩个中单难的要死，这个特化改的最他妈失败的一点就是加强了打野，如果看到我开播第一把那把中单鱼人，你会发现同一个人同一个状态转不同的位置，他是两个人，可能很多人看了第一把觉得我菜，风扇你怎么 C 不动啊，你怎么 C 不起来呀，对不对，看到这把他就会明白了，这就叫版本，不要跟版本作对了，这个版本就是打野的，这个版本是打野的版本，其实上之前那个野区改动的那个版本有这个生态保护加 buff 共享，那个版本改动之后就是打野的版本，打野是绝对的 C 本，绝对的，因为打野的经济也很高很多很多，本来打野的位置就很重要，所以这个东西是控资源的，控龙控先锋这种，手游的小龙还是挺重要的，因为它是可以叠加的，碰到这个玩意儿基本上是后期，但如果打野不会玩没节奏，碰不了龙吃不了塔，这边就会玩得很难受，你玩中单根本干不了什么事，都玩打野吧，我教你们的鱼人跟艾克你们都可以去玩，这个版本都还不错，都是野花型打野，练会了上王者简简单单，下面有一只小鱼人，这已经进入垃圾时间了，直接是早点进入垃圾时间，如果有一天我不直播了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录像啊，看一下学一下，学一下我的鱼人艾克啊，那些打野，我觉得还是对你们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。
说了，别说了，短痛短痛，短痛短痛，好吧？你快乐，我也快乐，都快乐。You happy, what happy？快，兄弟，快快快！你老六，真要真要倒了，再飞，好的，好的，两击反转，两一个闪一拉走，而且是被敌人射到了，而且我还是相对打出来了，后面队友很远，没收割的，收入直收啊！哎呀，完艾克为什么不能被抢吗？也有可能的。有一种情况叫大意了。我没想到。